老人家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游击队在哪里？不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这只是下场，说不说？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说！ 太君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大佐，他吴喜春的男人，他肯定知道他们在哪儿。吴喜春的男人，不要害怕，告诉我，你的老婆去哪了？我真不知道。 我刚才晕倒了，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大佐，我们杀了他！别杀我！爹，狗蛋儿！小李子，我们被发现了。 喜春，你快出来！山本，你这个狗日的，杀了那么多无辜村民，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？喜春，嗯，有喜。 你们都在啊！你们游击队真是贪生怕死啊！连老百姓替你们打枪，自己躲起来了。哼！你少在那边废话！你赶紧把人都给我放了，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他！哥哥，尤兰，你别怕哥哥来救你了，吴喜春。 别动我妹妹，不然这所有的人全都杀光，听见没有？山本清直，你别做梦了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要是放了你妹妹，我们都得死！哥哥，求你别再杀人了！<笑>是吗？钱队长。 看你的了，吴喜春，你敢动我妹妹半根汗毛，我就杀了你男人。喜春，救我！喜春，怎么样？我们做个交换吧。喜春，那么多村民在他手里，
你还是放了他妹妹，把村民都换回来吧。娘，我要爹。当我是傻子啊？我要是把他放了，我们都得死。那你男人，我就无法保证他的死活了。嗯。有种你就开枪吧，那个没用的男人，我早就想休了他了。季川，你得救我呀！你，季川，先暂时缓一缓。我要是不这么说，他肯定杀了小吕。很好，你这女人不要你了，啊？吴喜春，你有种。嗯，要是不放了他们，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他。吴喜春，你别乱来。大佐阁下，指挥部急电。所有人，回去。哎，把枪给我放下！所有人，把枪给我放下。把枪放下！乡亲们，快走！快走！吴喜春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伤害我妹妹，我一定杀了你男人。走，我们也快走，走！哥哥，走！快！大佐，就这么放他们走，太便宜他们了。他们跑不掉的。大佐，这个小驴，杀了他！哎，别！杀了他！嗯，把他带走，走，走！喜春，快走！哎呀，喜春，少废话，走，走，走。这么多兄弟全都死了，都是你哥哥害的，你看看。卢雨飞呢？大家有没有看到卢雨飞？是不是已经突围在王家山等我们了？走，去王家山。走，快走，快点，跟着，快点，跟着。跟上，快！快追！快走！蓝天，一定要抓住他！快！肯定是卢雨飞他们在山上，我们去救他们。不，你们都留下，我一个人去就行。你一个人去那不是送死吗？我跟你一块去。你去干嘛？你是游击队的主心骨，游击队离不开你。你别跟我废话，我是队长，我说了算，我必须得去。营长，带上我吧，还有我。你们干什么？吵什么？我是营长，你们是营长，执行命令。韩新之，你看好队伍，你们小心一点。哎，等等我。走，我们走，走，快。